上楼梯，冲呀冲呀冲呀！等一下，大家这个看到吗？是大萝卜，当然不是用小鲨鱼玩的，是用这个小兔子玩的。这分成两组，咱俩一组吧。分成两组，一人一组，然后我们来 PK， 谁先登到大萝卜顶部，谁就算赢了。我先给你打个样，我先抽一张卡牌。我先拿到小兔子。你看我是两步对不对？我就走两下就可以。啊，那三是该我了。是的，我是三步并作用。一二三，到这儿了。不对，一二。萝卜，哦，哎呀，掉了，怎么都掉了？到你了，到你了，快接牌。两步，哎，没有踩到坑吧？没有踩到坑怎么样？再转一次，万一转掉了呀？为什么我又掉了？你体力值不好，三步，一二三，又是这个地方，你轻轻看看，看看我这个，转不动，哎，没有吧？一二三，到我了，两步，这儿，反正一二到这儿，哎呦，你还超过我了，又转萝卜，我只要一转你就必掉，谢谢。